二为连续型随机变量。那么先看这道题，给了我们 XY 的联合密度。那这种题啊，关键就是要把图形把它画出来啊，一定要画图。那我们看一下 ，X 在0到 1，Y 在0到 2X， 那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形区？三角形。所以啊，我们现在画这个图啊，是要在这个三角形里边进行啊。好，那这个区域是 K， 可以理解为均匀分布。啊，在其他区域是零，那第一个求常数 k， 第二个求边缘概率密度啊，第三个条件密度。好，我们上次已经大概讲了一次它的概念了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图画一下。x 零到一 ，y 在零到二 x， 啊，这根线叫二 x， 在这儿。好，第一问。求 K， 怎么求 K？ 规范型，因为你的密度的积分应该等于一，所以第一个应该是在 D 这个区域上 ，K 的积分等于一。那大家知道 K 是什么？常数，可以提出去啊。K 倍 SD，SD 是几啊？底乘高除二，你这个底是几啊？一，高是几啊？二，所以 K 倍的二分之一底乘高等于。K 就等于，对吧？啊，所以第一个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当然，我这个题啊是出的容易啊，因为刚刚把 K 提出去了。那这个三角形的面积就是底乘高除以二，底是一，高是二，再除以二，等于一。好，第二问，边缘概率密度 ，XY 的边缘概率密度，那你要记住了，我们上次讲了边缘概率密度是什么意思啊 ？X 的边缘概率密度指的是什么？啊？指的是负无穷到正无穷，怎么样 ？f(x,y) 底 y， 负无穷到正无穷 f(x,y) 底 y， 那你这有个问题啊，这里的 f(x,y) 底 y 有没有要求？有要求，你必须要 x 限制在0到1才行，这个叫乞讨。你如果 x 不是在0到1，那这个积分也是白积，因为你的密度等于0。密度等于零，肯定是产生不了任何积分的，对吧？啊，所以 x 必须在零到一，也就是说，你这个负无穷到无穷是在零到一之间，负无穷到无穷，这是有要求的。啊，前提是在零到一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当你在零到一时，负无穷到无穷其实是几到几？零到二 x， 下边是零，上边是二 x， 这不是零到二啊，零到二是最大范围，对不对？啊，对每个 x， 当 x 在0到1时 ，y 只是在0到 2x， 所以你来一根直线垂直于 x 轴，对吧？啊，下边是 0， 上边是 2x， 这就出来了。所以我说了，你要善于使用生产工具，对吧？啊，你说你不会，你可以买一把好尺子，对吧？把你的尺子往上一放，就出来了， 0 2x 一巧就行了。啊，所以你们今天回去淘宝上买一把好尺子，比如 Snoopy。这个尺子特别好，上面还画着一条沙皮狗啊，有一种小清新的感觉啊，所以这个零到二 x， 好，一 d y， 立即等于二 x， 其他就直接是零就行了，所以你只有在零到一之间才能积分，对不对？你 x 如果不是在零到一，你的那个密度是零，你这根本就积不了分。好，这是边缘密度。那同理 ，y 的边缘密度等于什么？一个道理嘛。表面上看是负无穷到正无穷 ，f(x,y) 怎么样 ？dx， 但是它有要求，要求什么 ？y 在几到几？零到二。它的要求是 y 应该在零到二才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好 ，y 在零到二，
那我问你 ，y 在零到二，好，那 y 在零到二，那你们说 x 几到几？这个是 y 在这儿，哎，那 x 是不是从二分之 y 到一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儿就变成二分之 y 到一 dx， 刚好等于一减二分之 y， 还是一样零七套。所以二分之 y 到一，对吧？啊，一减二分之 y， 零七套。所以啊，这是得到了两个边缘概率密度。那我反复说了，边缘概率密度是几维的？一维，一维，是不是 x y 都是一维啊？啊，一维。好，下一个条件概率密度。那什么叫条件密度？我说了哪个条件 ？x 等于 x， 所以你要说明什么？你要说明你这个条件是成立的，怎么样才能说明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呢？所以第三个你要说明，他说哪个条件要 x 等于 x， 所以你要声明这个条件是成立的啊。那怎么声明这个条件是成立的？你要说明只有当 x 几到几，零到一，当 x 在零到一时，那我问你，我们的密度等于几啊？这个时候当 x 在零到一时啊，我们的密度多少？ 2x 不为零，这才能继续进行下去。那这个时候才能定义我们的条件概率密度。好，才能定义套，这个时候就等于联合密度除以边缘密度。好，这里写出什么？联合密度是几啊？一，底下是 2x。条件是，那你这个时候 x 已经规定了， y 还没规定，对吧？ y 在几到几？0到 2x。 y 在0到 2x 是保证哪个？保证分子不为零，保证的是涛，分子不为零，因为其他的都会落在这个零里边，对不对啊？其他的都叫零，明白没有啊？所以 y 在0到 2x， 那这个时候是一除 2x， 其他就是零啊，做对了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好，所以这儿我们写出了条件概率密度，它等于联合除以边缘，对吧？啊，联合密度除以边缘密度，那对我们的联合密度规定了啊，它是不能为零的，那不然的话，这个计算就进行不下去了啊。好，下一个第四问，判断是否独立，这不用我们做了，显然不独立，对吧？啊，这不可能独立。所以第四问再说一遍，独立还是不独立？显然不独立，因为第四问你的联合密度不可能等于两个边缘相乘，联合密度你就直接写出不等于两个边缘相乘就行了，这里不需要太啰嗦啊，这个肯定不成立。因为我们的这两个边缘密度啊，一个是 x0 到1，一个 y0 到2，它们两个一乘应该得到一个矩形区间，是不是矩形区间啊？ x0 到1， y0 到2。好，第五个求概率，我问你几维？一维还是二维？一维还是二维？啊，二维，这当然是二维了。那这个时候应该直接进行二重积分，是不是二重积分呢？啊，那幸运的是你这个密度是常数啊。那你们说密度是常数怎么样啊？那你这个密度是常数，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反而变简单了，因为密度是常数，所以我们这里只要直接求面积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你就在你这个区域上，在 D 且 X 加 Y 小于或等于这个区域上对什么积分？一。好，那我们来画一下 X0 到 1，Y0 到 2X， 且什么 X 加 Y 小于或等于，那是不是又在这儿 x 加 y 小于或等于，又在这儿折了一下，对不对啊？ x 加 y 等于。好，那是不是只要求这个区域的面积就可以了？好，这根线叫 y 等于 2x， 这根线叫 x 加 y 等于，合起来怎么样？ x 是几啊？三分之一。y 是几啊？三分之二。所以这个时候横坐标多少？三分之一。纵坐标呢？三分之二。
那是不是底乘高除以二啊？所以底是几啊？一，高是三分之二，乘以二分之一，一共等于三分之一。哎，底是一，高是三分之二，再除以二，对吧？啊，这做对了。好，这是第五问，接着看下一个第六问，这就是重点。那这个题考什么？一个是 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时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问你们几维？几维？二维 ，x、y 都在变。一个是 x 等于二分之一时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几维？一维，因为 x 已经固定了，只有一个量在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就是二维跟一维的区别。二维的用二重积分，一维的是不是一重积分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第六个，那就写出第一个，第一个式子 ，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那只能等于二重积分，分母就是 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分子就是 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且 y 也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。那 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这是不是叫边缘概率密度，对不对啊？一维的，就你对它做二重积分也行，做一重积分也可以，是不是也可以啊？啊，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，刚才密度说了是几啊？ 2x， 所以我们这个写成什么？写成0到 2x， 0到二分之一 2x dx， 啊，联合密度是 2x。所以在0到二分之一积分，对吧？啊，那上面这个是几啊？交汇的位置面积，我们看一下，刚才说了啊，这个图应该长得这个样子 ，x 0到一 ，y 0到二 x， 对吧？在这儿，在这儿。OK， 刚才说了在这个地方，那然后怎么样？要求 x 小于或等于几啊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y 小于或等于几啊？二分之一。那注意了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在这个位置，因为 x 等于二分之一时，这个直线对应的是一，是不是一啊？所以一交汇 ，x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在这儿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在这儿，交汇的应该是这个区，这是一个什么形 ？T 形，是不是 T 形呢？啊，好，这个底是二分之一，是不是二分之一啊？这个高也是几啊？二分之一，上边这个边是几啊？答对了，四分之一。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，这个是这个点是二分之一，对应到这儿应该是四分之一，是不是四分之一啊？四分之一，这个是二分之一，那它们之间就是对应二分之一，所以啊，这个直接用梯形，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，上底是什么？四分之一，下底是什么？二分之一，乘高是什么？除以二，对吧？啊，上底加下底乘高除二，啊，对了。下底是二分之一，上底四分之一，高是二分之一除以二。好，做对了。那底下二 x 积分是几啊？一共是四分之一，上面多少？四分之三，再乘四分之一，抵消了，刚好等于四分之三。所以四分之一底下四分之一一抵消，刚好四分之三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四分之三。好，这是第六问。那后边这个怎么办？ x 等于二分之一，那这可不能再用二重的来做了，因为它是一个边缘概率密度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时候 x 等于二分之一，注意了啊， x 随便取余，那叫 y 服从边缘密度， x 等于某个值，那叫 y 服从条件密度，这就是条件密度跟边缘密度的不一样。我的意思听明白没有？再说一遍， x 等于某个值，这叫什么？条件密度， x 随便取余，那叫边缘密度。也就是说，这里如果是 x 等于二分之一，那只能用边缘密度，用条件密度。如果这是 x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，那就是边缘密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好，那 x 等于二分之一时，我们看一下密度是几？是多少呢？往里边一带，我们看一下 ，x 等于几啊？二分之一。那 x 等于二分之一往这儿一带，二分之一往这儿一带刚好是几啊？一 ，y 呢？零到一，
所以啊，这里就变成一 ，y 在几到几？零到一，零七套，这就对了，是这样吧？啊，对了，好，那最后 y 怎么样？小于或等于几啊？啊？哎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最后啊 ，y 小于或等于二分之一 ，x 等于二分之一，那当然就对这个积分了，就等于什么？零到二分之一，一 dy， 刚好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这个结果就等于二分之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等于二分之一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这两个密度是不一样的啊，让大家真正理解边缘密度跟条件密度的区别。我说了，概率统计一共只有三个重点。一个是第三章，一个第四章，一个第六章。我们今天下午啊，把第三章讲完，今天晚上重点讲第四章，最后一次课重点讲第六章啊。第五章我们十分钟就讲完了啊，一带而过啊，因为第五章基本上不考，而且特别简单啊，所以我们重点就是三四六这三章啊。第七章基础阶段不用复习，因为强化阶段给你直接讲两道题就全会了啊，你这个最大自然估计就是你不懂原理题目也能做出来啊，那个是规范化的操作，但重点是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，这三章是重中之重啊。好，我们再讲一些题，大家把这道题认真做一下，后边这道题练习题十二题，我们再讲几道题。练习题的十二题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题。XY 是二维随机变量，给了我们 X 的边缘密度，又给了我们条件密度，让我们求后边的结果。那么这个题就是想告诉大家什么，在概率统计里边我们总是玩这个概念，就是联合，怎么样啊？联合的意思就是边缘怎么样加条件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边缘加什么独立性也可以。所以啊，这是联合跟边缘的关系，联合分布就等于边缘分布加条件分布，对吧？啊，那联合分布又等于边缘分布加独立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两点，一个是边缘跟条件啊，边缘乘条件叫联合，联合除以边缘等于条件，对吧？他们是这两个里边只要知道一个就行了。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独立性就不需要有条件密度了，这个时候直接有边缘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思路我们总是在用，所以这个题考点是什么？给了我们什么？给了我们啊边缘密度，还给了我们什么条件密度？一乘叫什么密度？联合。所以第一个首先求出联合概率密度，乘一套啊，这两个一乘就出来了。好，那这两个一乘等于多少？前面是几啊？3x 方，后边 3y 方比 x 立方，一共是多少？9倍的 x 方 y 方，9倍的，那9倍的 x 方 y 方比 x 立方，对吧？啊，比 x 立方，所以 9y 方比 x， 对吧？啊， 9y 方比 x。 好， y 在几到几？那 xy 当然是 落在这个区间里面，这个时候 x 几到几？0到 1， y 在几到几？零到 x， 零七套。所以这儿啊，第一步求出联合密度，它等于边缘乘以条件，对吧？啊，所以 3x 方 3y 方比 x 立方一乘 9y 方比 x，OK，就把这个区域给我找出来了。好，看我们求什么？第一个求什么？联合密度已经有了，下一个求什么 ？y 的边缘密度。那 y 的边缘密度，你要把图画出来啊。那画一下 ，x 几到几？0到1 ，y 几到几？0到 x，
是不是落在这个圈里啊？好，第二个，谁的密度 ？y， 那就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 ，f(x,y) 底什么？当然是 dx 了。所以负无穷到无穷 ，f(x,y) dx 是不是 dx 啊？好，那这个时候看一下 ，y 在几到几？这是零到一啊 ，y 当然是零到一，是不是零到一啊？啊，零到一。好，那这个时候 y 在零到一之间啊，在这儿，那我们的 x 几到几 ？y 到一，就叫 x 等于 y， 就叫 x 等于一，对吧？啊，所以 y 到一。好，九 y 方 bx 再 dx。那就把谁提起来 ？9y 方 ，x 分之一变成什么 x？ 路 x y 跟一，所以 9y 方一提，这个一带是多少？零减路 y， 所以这个应该是负 9y 方路 y， 对吧？啊，负 9y 方路 y， 明白？所以负 9y 方路 y， 这个很清楚，对吧？啊，好，所以 9y 方 bx dx 就等于负 9y 方路 y。y 在零到一，这个没问题吧？啊，没问题。好，其他是零。OK。好，第三个，求概率 ，x 大于二 y， 那就是什么 ？y 小于二分之 x。所以第三个 ，x 大于二 y。它的含义就是 y 小于二分之 x， 对吧？啊 ，y 小于二分之 x， 那折算到我们这个区域里边来是什么？落在这儿，这个绿的这个部分，对吧？啊，绿的。好，那绿的这个部分 y 小于二分之 x， 那这个时候就要二重积分 ，x 几到几？零到一 ，y 几到几？零到二分之 x， 对吧？dy，x 零到一 ，y 在零到二分之 x， 联合密度是几啊？九 y 方 bx， 结果就等于零到一 dx， 那这个底下就是 x， 九 y 方积分是几啊？三 y 的立方，零二分之 x， 好，零二分之 x 一带，那这个带进来是几啊？八分之 x 立方，再乘三多少？八分之三。所以这个就等于零到一，八分之三 x 立方 bx 多少？八分之三 x 方再 dx， 所以原函数八分之 x 立方代入零一，刚好等于八分之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八分之一，所以 x 零到一 ，y 在零到二分之 x， 所以底下是 x， 九 y 方积分是三 y 立方，代入零二分之 x， 那变成八分之 x 立方乘三，也就八分之三 x 立方。再比 x， 八分之三 x 方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原函数八分之 x 立方代入了一，就等于八分之一，可以理解吧？啊，好，这就是第三个概率的计算啊。那我认为讲到这个程度啊，这个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大家基本上都明白了，对吧？啊，重点就是这几个，最最重要的当然是什么？联合密度。这个联合密度不只是有几级式，还有那个区域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要把图画出来。那还有呢？还讲了什么？还讲了边缘密度，那是用来算一维的。条件密度是当 x 或者 y 固定的时候那个一维的，对吧？啊，最后讲了什么？独立性啊，一般都是不独立的。好，常见的二维连续性随机变量，简单说一下均匀分布。二维正态基础阶段不讲，因为你容易搞混。数字特征没搞懂的时候别学二维正态，我们先把数字特征搞懂了啊，这个强化阶段啊，当然如果强化阶段你还能听到我的课的话啊，这个我们再讲啊，那么基础阶段不讲啊，如果你听不了到时候可以听网课。好，二维常见的二维连续性随机变量，我们只讲二维均匀分布。那二维均匀分布是什么意思啊？密度是常数。什么常数啊？面积分之一啊。因为你的密度是常数，在你这个区域上积分要等于一，是不是等于一啊？那说明什么？密度乘面积一共是几啊？一。那你说你的密度是不是叫一除以面积啊？对不对？啊？你在这个区域上
对 K 积分等于一啊。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把 K 提起来，对不对？ SG 等于一啊。K 就等于一比 SG， 就是面积分之一啊。那其他呢？零，这就不用说了。所以啊，二维均匀分布，那就是在一个区域上什么密度等于常数，哪个常数啊？面积分之一。我现在考你们 XY 独不独立，我在后边注说 XY 相互独立，这句话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啊？二维均匀分布里边 XY 是不是就是独立的？不是的，独立性仍然要满足两个条件，第一个是矩形区，你这说了是矩形吗？没有，所以这个是错的。 XY 相互独立，当且仅当是什么形区？矩形，必须是矩形才行。如果是矩形必定独立，如果不是矩形必定不独立。所以记住的话啊、哦、XY 相互独立的前提是你的这个 G 区域应该等于一个矩形，是不是矩形呢？啊，矩形。所以这个要求很高，我的话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当且仅当是矩形区才行。如果你不是矩形区，这个就做错了，做错了，懂了没有？啊，懂不懂？懂，啊，不是矩形就错了。所以啊，这叫二维均匀分布。好，二维正态我不讲，因为你缺少数字特征的基础知识，我们不讲。好，那我们讲点干货，那就是还有几种特殊的分布。第一个，如果 XY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，如何求 Z 等于 GXY 的分布？再说一遍，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经过映射之后的分布，也就是说 XY 是二维连续型，那怎么求 XY 做什么加法、减法、乘法之后的分布？这叫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经过映射之后的分布。我们前面讲的都是基本原理，二维离散、二维连续都给大家讲了，对吧？那现在有三大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映射的分布，也叫函数的分布，就是已知 XY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，现在 X 加 Y 或者 X 减 Y、 X 乘 Y 是个什么分布？于是这就进入著名的卷积公式，这是我们这一章的第一个难点，卷积公式，这是必须要会的哦。往年考研，在尤其是在10年之前考的特别多，近几年不怎么考，因为它太重要了，命题专家想放一放再考。什么时候考？比如2020考研。所以啊，卷积公式非常非常重要。已知 XY 服从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，那怎么求 Z 等于 GXY 的密度？两个方法，第一个方法，分布函数法，直接求它的分布函数，不可取。为什么不可取啊？你这可是二重积分呢、啊、你想一想二重积分多复杂，而且大家知道我们的分布函数要找关键点，是关键点呢、啊、当关键点变的时候，你的积分区域也在变，就要对不同的二重积分做计算，你说这该多恐怖啊！一次二重积分已经累得快死了，两次二重积分、三次二重积分，那基本上心脏病突发身亡，这个做不了。所以这里必须要掌握卷积公式，太重要了。听清楚了，什么叫卷积公式？记住了，如果 Z， 如果条件 XY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，然后呢 Z 等于 GXY，XY 是二维连续型随机变量， Z 等于 GXY，那怎么求它的密度啊？第一步，反解 Z 等于 GXY， 给我反解，反解什么？ Y 等于 HXZ， 反解，把 Y 给我解出来。好，下一步 Z 的密度就等于，再说一遍，什么公式？卷积公式。什么叫卷积公式？负无穷到正无穷， F 里边第一个是几 X， 第二个不能是 Y，那只能是这个 HXZ 带进来。好，写出这个式子，
下一步干嘛？来个偏导，要把你的 HXZ 对 Z 来个偏导的绝对值，最后 DX。 你感觉听得云里雾里，这个原理我就不给你解释了，只要会算就行了。好，再说一遍卷积公式。什么叫卷积公式？第一项就是 X， 第二项换成把 Y 用 XZ 来表示。好，再把 Y 的表达式对 Z 来个偏导绝对值积分，这就得到了卷积公式。所以卷积公式的优势是什么？不算二重积分，把二重积分变成什么重积分？一重，降级。二重积分太难，对吧？要变成一重积分才行，所以这叫卷积公式。好，注意啊，卷积公式不是独立卷积啊，就叫卷积公式。XY 独立跟不独立都能使用卷积公式，我的话听明白没有？啊，独立跟不独立都能使用卷积，所以你们买的课本上写的是独立卷积公式，这个是错的。我们考研要考的是卷积公式，而不是独立卷积公式，懂了没有？啊，卷积公式啊，而不是独立卷积。如果你学的是独立卷积公式，那你只会相当于只会做部分题，那还有很多题不会。好，这个式子非常重要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两个是我们课本上有的，那我们看现在能不能理解。我问你 Z 等于 X 加 Y， Y 等于几啊？啊 Z 减 X， 那你说是不是第一项 X 第二项 Z 减 X 啊？还来个偏导， Z 减 X 对 Z 偏导是几啊？好， Z 如果等于 X 减 Y， 那 Y 等于几啊？X 减 Z， 那是不是第一项是 X， 第二项是 X 减 Z， 对谁偏导？ Z 偏导是几啊？负一，取绝对值正一，要带绝对值啊，密度只能是正的，所以这些都是特例，明白没有？我们讲的是一般的。好，那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，卷积公式必考，卷积公式是必须要会的。好，我来给你们讲几道题。好，先来两道题，练习题13题，还有例 3.35。 先来两道题做一下啊，例 3.40 啊。3.40 是一道，还有作业题的13题，大家先做一下这两道题，一道是 3.40， 一道是作业题的13题，让大家深刻理解卷积公式的含义。那你看我的13题 Z 等于 X 加 Y， 我的 3.40 Z 等于 2X 减 Y， 我的13题还有疑问 Z 等于 X 乘 Y， 你看到没有，都是我们背公式解决不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一个不是考独立卷积公式，第二个不是考 Z 等于 X 加 Y X 减 Y， 而是 Z 等于 XY 的函数，明白没有啊？所以这两道题你不会都没关系，你认真做一下啊，一会儿看看哪儿不会，再把笔记总结好。我说了啊，重点就是346，概率统计简单，学三章就全会了，346啊，要学的就是三章。好，大家迅速把它做一下。好，不等了，讲一下这两个题，不会是正常的啊，不要觉得恐惧啊。你要是都会还来上课干嘛呢？来上课就是学呀，对吧？不会是正常的，不要老是把自己塑造那种崇高的形象，对吧？你怎么可能会呢？讲了你不就会了吗？好，开始记笔记了。那我讲这几个题的意思是什么？
就是告诉你不能背独立卷积公式，明白没有？我问你这个题 XY 独立吗？不独立，考试就是考这样的题。所以好多人老是，我记得你们买的什么浙大版概率统计上面讲的叫独立卷积公式，这显然是错的。还有有的人只会做那种 X 加 Y X 减 Y， 那显然也不行，这道题是一道考研真题啊， 2X 减 Y。 好，那我们开始做了。第一个，按照规范的步骤来。有人说，老师还有一种是把 X 用 Y 表示的，不需要，你就会一个就行了，学会一个方法玩的特别溜，百战百胜，懂了没有？好，这个每个知识点我都只教你们一个方法，就是最简单的，而且不会做错的，这就够了。我们这个考研数学不像中小学数学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精力一题多解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一题就一解。好， Z 等于 2X 减 Y， 那 Y 等于几啊？ 2X 减 Z， 对吧？你高中的时候你们老师跟你们说一题多解，一是因为知识简单，二是因为你们老师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好用，对吧？所以给你胡讲。而你学考研数学的时候，你面前有一位巨人，就是我，对吧？啊，已经给你总揽全局了。第一个是 X， 第二个是几啊？ 2X 减 Z， 别慌， 2X 减 Z 需要对 Z 来个偏导绝对值，我都给你推好了。那我问你， 2X 减 Z 对 Z 求导是几啊？负一，取绝对值正一，是不是正一啊？好，那下一步是不是要对这个式子进行卷积啊？对它做计算。好，下一步就对它做计算，对 fx 2x 减 z 对这个式子做计算。那我问你，对它做计算的前提是什么？你这个联合密度不能为零，对不对？联合密度如果为零，那不是白算的吗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必须满足什么条件？零到一。y 在什么？0到 2x， 现在没有 y， 只有谁？现在，所以 x 0到 1， y 在0到 2x， 对吧？好，这个得出什么？ x 在0到 1， 这个得出什么？他们两个抵消了， z 大于0又小于 2x， 对吧？一个是 z 大于0，一个是 z 小于 2x， 那就是 x 大于几啊？二分之 z，且大于零，对吧？啊，大于二分之 z， 大于二分之 z 且大于零。那我告诉你，后边的计算很简单，就是他们两个找交集，也就是说你要既满足它也要满足它，这才能积分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问你，是找谁的范围？找谁？ x 还是 z？ 当然是 x， 你不是底 x 吗？那 x 是不是要有上下限，对不对？其实啊， xy 的限制是什么？继续，而现在把 y 换成 xz 了，那 xz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关系，明白没有？满足这个关系就行了。第一个 x 0到 1， 第二个 y 在0到 2x， 我讲的这三个题都是这个思路啊，你把它记好就行了。好，第一个 x 0到 1， 第二个怎么样？ 2x 减 z 小于 2x， 解得什么？ z 大于 0， 2x 减 z 大于 0， 解得什么？ x 大于二分之 z， 所以x 大于二分之 z 大于零。那我问你，一个是零到一，是不是零到一啊？一个是大于二分之 z， 是不是要取交集？什么时候有交集？只要二分之 z 落在这两个之间就行了，它的交集就是二分之 z 落在零到一，是不是零到一啊？啊，所以只要在零到一就有交集。所以好，这个式子就写成下一个几到几？零到一。所以你的二分之 z 应该落在零到一。这个时候交集是几到几？到一。联合密度是几？一。后边呢？一。后边呢 ？dx， 刚好一减二分之 z。你的感觉只有一个词 ，unbelievable， 对吧？或者 magic， 对吧？发生了什么？已经结束了。二分之 z 到一，一 dx， 对吧？就跟你小时候打针一样，妈妈说别怕，已经打完了，对吧？啊，结束了。二分之 z 到一，一 dx， 结果就等于一减二分之 z。为什么要二分之 z 在零到一？保证有交集。
为什么 x 是在二分之 z 到 e， 这就是交集本身，明白没有啊？一个是保证有交集，一个是就是交集，懂不懂啊？好，再说一遍，刚才算了两个范围，一个是 x 几到几，零到一，一个是什么 x 大于二分之 z， 大于二分之 z， 而且大于零，因为刚才已经解出了大于零。那你的二分之 z 有两种情况，如果二分之 z 超过一就没有交集，这根本就无交集，对不对啊？解不了。当且仅当二分之 z 刚好落在零到一才有交集啊，交集是几？二分之 z 到一。所以当且仅当二分之 z 在零到一才有交集，交集就是二分之 z 到一。我的话听明白没有啊？第一个要求二分之 z 的零到一，第二个要求 x 就在二分之 z 到一。我的意思明不明白？明白啊，这两个条件。所以第一个条件二分之 z 在零到一，第二个条件 x 在二分之 z 到一，对吧？啊，做对了。好，这是卷积公式，所以这个题感觉没有开始就结束了，对吧？好，这道题听懂没有？基本上没有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两次机会。好，再来一道题，练习题的13题。二维随机变量 xy 给了我们概率密度 x0 到 1y0 到1是2减 x 减 y， 再问你们一遍， xy 独立还是不独立啊？这还用说？必不独立，是必不独立啊。好，其他是0。第一个求 z 等于 x 加 y 的密度，第二个求 z 等于 xy 的密度。我问你们， xy 是不是二维连续啊，对不对？x 加 y，x 乘 y 是不是 xy 的映射啊？什么公式？卷积公式，还是卷积公式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好，我们开始做了。第一个 z 等于 x 加 y， 解得什么？ z 减 x， 立即解得 y 等于 z 减 x， z 等于 x 加 y， 马上解得 y 等于 z 减 x，对吧？啊，好，卷积公式 ，z 的密度等于什么？负无穷到正无穷 ，f 第一项是几啊 ？x， 第二项呢 ？z 减 x， 第一项是 x， 第二项 z 减 x， 是不是 z 减 x 啊？好，来个偏导，对谁偏导 ？z dx， 那结果是多少？负无穷到正无穷。fx z 减 x 后边是几啊？ 1 dx， 套路一模一样。我问你什么套路？第一个几到几？0到1，这个是不是要在0到1 啊？第二个几到几？0到1，取交集 x 0到1， z 减 x 也是0到1，是不是0到1啊？好，那这个解出什么？ x 小于 z大于什么 ？z 减一，所以啊，小于 z 大于 z 减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所以第一个 x 零到一，第二个 z 减 x 在零到一，所以 x 小于 z 大于 z 减一，前边零到一，下边 z 减一到 z， 我问你们是不是要他们两个取交集，对不对？好，零到一已经确定了，就在这儿。那 z 减一到 z， 你们注意到没有 ？z 减一到 z 的长度是几啊？一。那就有两种情况，你不可能两个端点都落在这里边，对不对？有一种情况是什么？就是如果第一种情况 z 落在这里边， z 减一就在外边，对不对啊？这是第一种情况。还有第二种情况是什么？ z 减一落在这里边， z 落在外边，对吧？就这个情况。所以啊，两种之一，一个是 z 在零到一，然后呢交集是零到 z， 一个是 z 减一在零到一，交集就是 z 减一到一，是这意思吧？啊，因为你看你的总长度是一，而我的 z 减一到 z 也是一，是不是也是一啊？这两个一不可能是这个谁包含谁，包含不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结果得什么？开始做了，括弧，第一种情况。谁在零到一 ？z 在零到一。
Z 在零到一呢，交集是不是零到 Z 啊？零到 Z dx。 第二种情况， Z 减一落在零到一，交集就是 Z 减一到一。所以你看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？避免了二重积分，对吧？啊，免得二重积分。那我问你，这里填什么？联合概率密度啊。联合概率密度是几啊？二减 x 加 y， 二减 x 加 y， 而 y 现在是几啊？ z 减 x， 所以这就是二减 z， 是不是二减 z 啊？啊，二减 z。 好，那第一个积分就是几啊？二减 z 提起来，再补个 z。第二种情况，二减 z 提起来，再补一个什么？二减 z， 零七套，对吧？啊，零七套，明白没有？啊，所以 z 在零到一，那交集就是零到 z；z 减一在零到一，交集就是 z 减一到一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上边二减 z， 下边二减 z 一乘二减 z 的平方，其他就是零。懂了没有？哎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啊，其他是这做对了。好，所以第一个 z 在零到一，二减 z 乘 z； 第二个 z 减一在零到一，二减 z 乘二减 z， 对吧？啊，其他是零，这就把卷积公式给算出来了，可以理解吧？啊，可以。第二问。z 等于 x 乘 y， 怎么做？ z 等于 x 乘 y， 那 y 等于几啊？ z 比 x， 显然是 z 比 x， 是不是 z 比 x 啊？啊， y 等于 z 比 x， OK， 卷积公式， z 的密度就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， f 里边第一项是 x， 第二项呢 z 比 x， 再补一个什么？ z 比 x 对谁偏的？dx， 对吧？啊，第一个是 x， 第二个是 z 比 x， 然后呢 z 比 x 里边还要对 z 来个偏导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好，那结果就等于负无穷到正无穷，第一个是 x， 第二个 z 比 x， z 比 x 对 z 偏导是几啊？ x 分之一，所以这儿是不是要带一个 x 分之一啊？x 分之一，你不用带绝对值了，因为 x 是正的，是不是正的啊？好，看到没有？这就多了一个 x 分之一，所以死背公式必死无疑啊！懂了没有啊？你看我这几道题都是用公式做不了的啊，所以要活学活用。这里就多了一个 x 分之一。好，照葫芦画瓢，老套路。我问你 ，x 几到几？零到一。z 比 x 也是几到几？零到一，通分 x 在零到一， z 比 x 零到一，是不是应该把 x 通分通掉，对不对？哎， x 零到一， z 比 x 零到一，这等式两边是不是可以同成一个 x 啊？好，那 z 大于零小于几啊？ x， 所以 x 零到一， z 大于零小于 x， 对吧？啊，好， x 零到一， z 大于零小于 x， 那我们看一下，你这个是零到一，零到一 ，z 大于零小于 x， 那是不是应该要求 x 要超过 z， 对不对？那还是一样去交集 ，z 不可能小于零，那只能大于零，所以当且仅当 z 落在这儿才有交集，如果 z 超过一就没有交集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好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嗯，几到几？z 当然是零到一，对不对？看图像 ，x 几到几 ？z 到一。好 ，z 到一，联合密度是几啊？二减掉，这个是 x 吧？减掉什么 ？z 比 x， 再 x 分之一，
dx， 是这样吧？你看，你就学完之后特别踏实，对吧？那不是说只能做那两个题，而是什么题都能做，对吧？啊，我们就是要有这种踏实的感觉，对吧？换一个题我也能做。好，结果是几？乘一下二比 x， 那就二比 x，x 比 x 是几啊？一，再减 z 比 x 方，牛顿莱布尼茨公式，是不是牛顿莱布尼茨啊？它的原函数是几？二倍 ln x， 负一积分是几？负 x， 这个呢 z 比 x， 然后 x 等于 z，x 等于二比 x 原函数是二倍 ln x， 负一原函数就是负 x， 负 z 比 x 方原函数就是 z 比 x， 对不对？好，把什么带进来？一带二倍 ln 一零减一加 z， 这就是负一加 z， 再把 z 带进来，二倍 ln z， 再干嘛？减 z 再加一。好，那结果呢？一带进来零减一再加 z， 后边负的二倍 ln z 减 z 再加一，对吧？所以 z 有几个？两个， ln z 负二，一也是负二，所以二倍的什么 z 减 ln z 减零其他，这才是数学，懂了没有啊？这才是数学，卷积公式是必须要会的。卷积公式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会到后边求期望方差里边，你的感受会尤其强烈啊！卷积公式特别重要，所以把它卷到一起了。好，下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结论，概率统计的几大经典结论之一啊，记住了下面这个啊，我用红框给你框起来，那就说明它非常重要，给你框起来啊。好，设 x 标准正态， y 标准正态，且 xy 独立，证明 z 等于 x 加 y， 服从正态分布，太重要了，这是概率统计的经典结论，我打了红框的，当然是经典结论，就是正态跟正态如果在独立的时候相加也是正态。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二章是不是讲过这个结论呢？当时没有展开讲，因为你不懂卷积公式，不懂卷积公式是没法理解这个结论的啊。我打红框的地方不会超过五个啊，我给你打了红框的地方，那就说明这是概率统计经典中的经典。 x 正态分布， y 正态且独立，怎么证明 z 等于 x 加 y 也服从正态？这里我讲一点，我举的是特例标准正态，那其实一般的正态也一样，因为一般的正态可以经过标准化变成标准正态，对不对啊？一个意思。好，那现在你们做一下这个题，非常重要，提示一下，卷积公式就是用卷积公式来做的啊，你们做一下。好，不等了。x 标准正态， y 标准正态且相互独立，证明 z 等于 x 加 y 服从正态。回忆一下我们以前讲的，两个正态分布如果具有独立性，那加起来也是正态，对吧？但当且仅当独立的时候才行。我想考考你们，为什么一定要有独立性呢？如果没有独立，你连联合密度都求不出来，
怎么能卷积公式呢？卷积公式是不是用联合密度算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连独立性都没有，哪儿来的卷积公式啊？那除非就是把联合密度给你了，那就不是一维正态了，对不对？你 xy 各自服从一维正态，只有把联合独立性告诉你了，才能得到联合密度，才能卷积公式啊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？ xy 服从二维正态， ax 加 by 一定服从一维正态，那个时候就不需要独立性了，那就直接卷积公式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两个一维没有独立性就推不出二维，就做不了卷积公式啊。但如果 xy 服从二维正态了，我不需要你的独立性，我直接卷积就行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就是卷积公式独特的魅力。好，那现在开始做了， z 等于 x 加 y， 怎么做？肯定要卷积公式。那卷积公式是不是只有知道联合密度才可以啊？好，解。首先 xy 独立，所以联合密度就等于边缘密度相乘，对吧？这具有独立性，那结果就等于第一个不是标准正态吗？根号二派 sigma 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 x 方，根号二派 sigma 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 y 方，结果就等于二派分之一e 的负二分之 x 方加 y 方。因为你独立，所以联合密度直接等于两个边缘相乘，对吧？啊，根号二派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 x 方，根号二派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 y 的方。好，得到这个式子，我问你们，这个是给什么做准备的？卷积公式啊。好 ，z 等于 x 加 y，y 是不是叫 z 减 x 啊？所以 z 的密度直接卷积。第一个就是 x， 第二个就是 z 减 x， 第三个偏导。我反复在提示你们，这儿有个偏导，就是告诉你别忘了，有的时候它不一定是 x 加 y， 可能是 x 加 2y， 这也有可能，对吧？啊，写成套。好，下一步怎么样？那 z 减 x 对 z 求导是几啊？一，这当然是一了，这个就是一。好，那现在就变成负无穷到正无穷，怎么样？那你前面一共是多少啊？二派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什么 x 方，加上是不是加上 z 减 x 方啊？ z 减 x 方是几啊？ 2xz 加 z 方再 dx， x 方加上 x 减 z 的方，就是 x 方减 2xz 加 z 的方，对吧？啊，所以二派分之一 e 的负二分之 x 方加上 z 减 x 方，就是 x 方减 2xz 加 z 的方，一共是几啊？ 2x 方减二倍的 xz 加二分之 z 方，对不对？啊， 2x 方减 2xz 加二分之 z 的方啊，当然本来是加 z 方，除以二是除以二啊，那变成 x 方减 xz加二分之 z 的方，是这样吗？啊，二分之 2x 方减 2xz 加 z 方，他们两个一碰 x 方，他们一碰 xz， 他们一碰二分之 z 方，所以这儿就写成负的什么？减掉 xz， 加上二分之 z 方 dx， 是这样吗？啊 ，dx。好，下一件事干嘛？我讲过了。只要是正态分布，三个字少不了，一个是配平方，一个是除系数，一个是天因子，对不对啊？配平方、除系数、天因子，那下一步就变成负无穷到正无穷，我把二派分之一拿出去，怎么配平方 ？e 的负怎么着 ？x 方减 xz 的加一个几过来 ？z 方，是不是 z 方啊？啊？所以 x 方减 xz 的加四分之 z 的方才行，这叫配完全平方，是完全平方啊啊 ！x 方减 xz 就看作 x 方减什么二倍的 x， 还有什么二分之 z， 这叫 a 方减 2ab 加 b 方，是不是加 b 方啊啊！所以减掉 2x 乘二分之 z， 那就得加上几啊？平方，所以啊。a 方减 2ab
加 B 方，是不是加 B 方啊？这种题我们前面讲过了啊，只是我们以前讲的是 x 方减 x， 对吧？啊，现在是 zx， 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脑子有点转不过来啊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多看几遍，自然就会了啊。所以 x 方减 xz 加四分之 z 的方，好，缺了一个什么？你这儿本来你给的是什么？二分之 z 方，我这是四分之 z 的方，是不是还缺一个啊？所以再补一个 e 的负四分之 z 的方，这完成了第一步配平方，是不是要配平方啊？配平方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配平方。好，配了平方变成什么 ？x 减二分之 z 的平方。第二步干嘛？除系数，除以几啊？二倍的 sigma 方，当然就是根号二分之一的平方，对吧？啊，配平方。那底下是不是叫二倍 sigma 方，对不对？啊，好，还干嘛？添因子，添哪个因子？根号二派 sigma 分之一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哎，我问你，除了这一项，要不要补一项？要，补哪个？根号派，补一个根号派。所以啊，你看一环扣一环，第一环叫什么？配平方。第二环除系数，第三环添因子。添了因子之后，你不就多除了一个根号派吗？是不是再乘一个根号派啊？啊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 ，OK。好，那结果一共是几啊？啊？那注意了，后边这个积分是不是相当于正态分布的积分，对不对？期望。这就相当于期望是二分之 z， 方差是几啊？二分之一，相当于这个分布期望二分之 z， 方差二分之一，对不对啊？那我问你，这个积分一共是几啊？一，所以前面还剩多少？他们两个一合并，二倍的根号派分之一 ，e 的负四分之 z 的方。好，这个玩意儿就等于什么 ？e 的负就不用配方了 ，z 减零的方。除以什么？二倍根号二的平方，对吧？啊，根号二派什么分之一？做对了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做对了。好，结果等于多少？这就是期望为零，方差为二的正态。期望为零，方差为二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啊，期望为零，方差为二。所以啊，这就是期望为零，方差为二的正态，懂了没有啊？好，所以你看到没有 ？xy 如果服从一为正态，再有一个独立性，那 z 等于 x 加 y 就可以服从二为，就可以服从一为正态分布，是这样吗？啊，再说一遍 ，xy 如果都是一为正态，必须有独立性，才能得出 z， 为什么？只有当你独立才能得出联合密度，才能进行卷积公式，懂了没有啊？那有人说，老师你这个里有个问题啊，你怎么没有求那个 xy 在什么范围啊？大家知道正态分布是负无穷到正无穷啊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考虑范围了，对不对啊？正态分布是不是叫负无穷到正无穷啊？啊，所以这是不考虑的，明白没有啊？积分全都是负无穷到正无穷。好，你们把这个好好总结一下，这个太重要了，给你们一分钟总结一下啊、哦！我打了红花，这说明这个问题极其重要，明白没有啊？这个极其重要啊，这是必须要会的。xy 服从一为正态，那以后你看啊、哦，给你算了一遍以后你就记清楚了，必须要独立性才能 z 等于 x 加 y 服从正态分布，明白没有啊？不然是不行的。你没有独立性，我就没法用卷积公式，对吧？啊，没办法用卷积公式，所以这个大家理解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哎，那还有一个结论叫什么？如果 xy 服从二为正态，那 ax 加 by 一定是一为正态，它不需要条件，因为你的联合密度已经给你了，是不是给你了？我不需要条件，直接卷积就可以了。
啊。所以如果把二维的告诉我了，直接卷积得一维的，而把一维告诉你是卷不了的，必须要给独立性，是这样吧？啊，我以前就给你们讲过，联合分布等于边缘乘条件，或者边缘加独立性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就相当于加独立性的情况，可以理解吧？啊，可以。好，那这几道题大家已经把它弄明白了。下一个，我说了啊，有三个题需要会的，你看这就是考试可怕的地方。课本上有没有这个知识点？没有，但考试要考。二维正态我就没讲。下一个，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，一个离散，一个连续，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，五角星又是必考知识点。第三章考什么？就那几个知识点，卷积公式、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、最大值、最小值，就这几个。好，什么叫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？一个是离散型随机变量，一个是连续型随机变量。啊 ，z 是 x y 的函数，把最后这句话擦掉啊、哦，不需要独立。x 是离散型随机变量， y 是连续型随机变量， z 等于 xy 的函数，那怎么求 z 的分布？我就告诉你们，这个时候用不了卷积。为什么用不了卷积啊？卷积只有对联合密度才能使用，而不能对一维的密度使用。我的话听明白没有啊？再说一遍，卷积公式只能对谁？联合的，而不能对一维的。那我问你，这个题就不能再用积分来做了。好，听清楚了，这个题的突破口是谁？离散。那你说离散是不是一般就几个值啊？什么两个值啊，三个值啊，四个值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啊，所以离散型比较容易，连续型比较复杂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用定义。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卷积公式了，只能用定义。那我告诉你， z 的分布函数等于什么？大 Z 小于或等于小 Z， 但是幸运的是 X 叫什么型？再说一遍，这叫什么型来着？离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几个值。你说离散型随机变量是不是一共就几个值啊？什么两个值、三个值、四个值，就这几个值啊。好，那离散型既然只有几个值，就可以怎么样？把它列举出来，是不是列举出来呀？ 大家以前学过全概率公式吧，就如果 X 比如说从北京去上海，那可以坐飞机、坐高铁还有小黄车，对吧？那把这三种情况把它列出来，再使用全概率公式，就能计算北京到上海的概率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用什么公式？全概率。好，那下一步就等于什么？ Sigma。 Sigma 是什么玩意儿？ X 肯定是等于某些值，叫 XI， 然后呢后边应该乘以条件概率，是不是条件概率啊？什么条件概率？就是 x 等于 xi 的前提下，你的这个玩意儿小于或等于 z， 这就叫全概率公式，把你列举出来，对不对啊？那我问你，他们两个之间独不独立？ xy 独不独立？不知道，我们讲的都是不带独立性的啊，都是普通的，明白没有啊？你要是学的是独立的，那就只是特殊情况了，我们学的不一定是独立的。好，那就写成这个结构了。那我问你们，前边这个值是不是一个常数叫 pi， 对不对？后边 gxy 小于或等于 z， 那就是一个分布函数。那分布函数，那是谁的分布函数？ y 在某些点的值，这是一个宏观的表示。所以啊，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，这是必须要会的。好，我们18年、19年连续两年考的都是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，一个离散，一个连续。那连续两年我都基本就是原题压中的，因为它考的是一样的啊，所以我们就是守株待兔，对吧？那兔子直接往那树上撞，有啥办法？所以离散、连续、混合型非常非常重要。
好，那我也讲两个题，一个带独立性，一个不带独立性的，啊，让你来充分理解什么叫离散连续混合型。两道题，大家要翻开我们的讲义。一个是作业题的15题，一个是作业题的15题，就这个题。前面还有一道题，好，还有121:3:45，已知 x 服从参数为一的指数分布 ，y 只有两个值 ，y 服从参数为1/2的零幺分布。xy 独立 ，z 等于 x 减 y， 求 z 的密度。这个题特别强的隐蔽性，让大家误以为这个题要使用卷积公式。好，你看好，这道题是我们讲义上的3:45。特别令人惊讶的是，跟今年考研的真题几乎就是原题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好，你看一下，这是今年2019年真题。啊，数一、数二、数三都考了。好，你看这道题，看到没有？设 x、y 相互独立 ，x 服从参数为一的指数分布啊。我这个题不就是参数为一的指数分布吗 ？y 的概率分布一个负一，一个一 ，p 跟一减 p，z 等于 x、y， 求 z 的概率密度。你看，跟我这个题几乎就是一样的。我这个题是参数为一的指数分布 ，y 服从 p 等于1/2的零幺分布 ，xy 独立 ，z 等于 x 减 y。这个题是 z 等于 x 乘 y， 原理一模一样，都是一个指数，一个离散的，都是全概率公式，都是找关键点。我的话听明白没有？啊，就把它做出来了。所以我这个题可不是说根据真题改编的，是真题根据我改编的。你看我这道题是哪一年？18升级版，这是2019年考研。对吧？那我这本书2017年就印出来了啊！你看第二页，2017年2月于北京，2017年出版。那两年之后，命题专家把我这个题改了一下，做一道真题来考了。所以你说这怎么能不会？这两个题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啊！好，你看这就是今年考研的啊！你看更可怕的是，你看第二问啊，何值不相关？第三问是否独立？你翻到我这本书的第四章。160页，15题，第二问，第三问，问是否不相关，第三问是否独立，看到没有？是否不相关，是否独立？你看160页，15题的2、3两问，也是给了一个指数分布，问是否独立，是否不相关，啊，所以我感觉基本上就是照着我这个书改的啊。所以你看，我那个题是什么 ？x 与 x 绝对值，你这个题 y 是正负一，那 z 就等于正负 x。z 不就等于 x 绝对值吗？一样的啊，所以照着我的题改编的啊，出了一道真题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考试啊啊！所以你说这个题怎么能不会？你提前都复习了多少遍了，怎么能不会？这是2019年真题，一个离散，一个连续。所以你说数学押题好不好押？一押一个准。那你都明知道考什么，2018年还是这个题，一样的。所以我考完试很少晒我押中了多少题，没有不押中的，都中了啊！好，这是2018年的。那你说这，只要你不是个笨蛋，你都知道考什么。你看，还是这个玩意儿 ，x 的概率分布两个点 ，y 服从泊松分布 ，xy 独立，又是 z 等于 xy。还是全概率。好，
还有2017年，年年都考，然后你还年年被他调到2017年。所以啊，老有人说，老师我课本看了好几遍，结果考试还是不会，这个课本上根本就没有。好，你看2017年，你说真是守株待兔，如果 XY 相互独立， X 只有两个点， Y 的密度是它，求 Z 等于 X 加 Y 的密度，连续三年2017、2018、2019全都是全概率，结果你还不复习，到考试还说啊这个题好难，垃圾呀、啊！这都给你了你怎么能不会呢？所以你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事就是明知道他要考你还不会，你说这怎么解释？所以啊，你看这三道题几乎就是原题啊，而且这个今年考试考前一个星期，我的点题班基本上就是原题讲，就是这个第一问离散连续混合，第二问是否不相关，第三问是否独立，基本上就是原题啊。好多人到考场还是不会啊，然后还在那儿大言不惭说考试题太难，对吧？那你是猪脑袋，那当然难了。所以这几道题一模一样，你就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了。那我告诉你啊，刚才讲的这几个题都有什么特点？是不是都给了我们 XY 之间是独立的，对不对？那不一定会给这个条件，也许考试不给这个条件也要我们做出来，明白没有啊？所以我们一会儿讲这两道题你就全明白了。好，休息15分钟再讲。